好吗？现在要来那个亨利的公司来量一下，因为亨利是营养师，来看一下我这几天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。哇，哎、欸，很厉害耶、欸！这网美店吧？对对，这是你的公司吗？哎、欸，这很厉害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贵就是贵在这个。哦，这个角落哦，对。哇，这个景色是很贵的吗？哇，来喽！很紧张吗？手袜这个碰你，先不要看。哦，先不要看。看了难过啊！你不要看，我们可以看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今天很棒，现在是晚上的12:50，今天来体验一下香港的桑拿，好健康的，好健康的，是好健康的桑拿，从来没有在香港按摩过，从来没有哎、欸。他说这个按摩的体验感觉很不一样，就是按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。哦，里面。里面脱衣服不能拍，没关系，我按完再跟大家讲哦。好夸张哦！跟各位讲一下，为什么会那么久？因为我刚洗了澡，好爽。这桑拿，这个好甜哎、欸，很甜吗？你先喝。天然的。然后等一下要准备体验按脚脚。太深入了，我觉得 HK 挺甜。电影里面。这超电影的、欸。发型很像大哥，准备开始按摩，有点害羞，对，第一次这样子按脚，下次再按脚脚。我觉得好深入香港，好害羞。突然有水果，台湾没有。享受，好吃的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对。按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衣服不穿，我坦胸露乳，对，坦胸露乳被他按爆了，对。这次真的是深入香港，这太扯了，各位。杨家辉的黑金，对黑金的，就是对，这就是黑金的那个概念，哇塞！是啊，然后裸着拍一下啊，耶，脱光的啊，结束了这个桑拿之旅，东方水会桑拿，哇，勾尾啊，勾尾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星光大道啦，在这里啊，这个就是阿德庭，就是那个，对啊，他们的手，对，有成龙，有很多都有，富奇先生，哎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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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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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。各位有没有看到金刚大战哥家金刚爬的那一只大楼在这边，然后那个成龙拍那个新警察故事，阿祖干什么把枪放下啊，就是那一栋整个这样一排很棒啊，好开心啊，虽然风球要来了，蛮开心的，但水位有点高啊，给各位看一下，真的有点高啊，看看那个人潮 ，My God， 还太远了吧？大家都很爱咳嗽，花生，花生，哦，花生。我发现他们的夸送特别厉害，他们是烤完马上再补，一烤完往旁边送，一烤完往旁边送。碰到香港的朋友合个影。
好，谢谢谢谢，啊，干霞干霞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花叔，花叔，花叔。阿生，你们有常吃吗？常吃的。花叔，那他那个粽子好漂亮，他真的是功夫，很漂亮。他也是法国来的，所以我想说，就是看跟我们空服员的玫瑰可颂比一比，但是原味的。原味。每到夏天，花吹在温暖的风吹。因为我觉得都不分当下，那因为我们都吃玫瑰。口味的，所以奶会比较甜，它就是原味，奶香味比较重。我超喜欢吃原味，跟玫瑰也很香。好大一根啊！对，香港叫牛角包，我那时候以为是像那个三峡金牛角面包，结果是花生，很好吃。再第二个，这个形状有没有像我的？我平常在吃的热狗。这个是可颂，包着我们喜欢吃的火腿肠，是热狗啊，不一样的翻译啊。那我来喽，别搞不要，我就问你，你觉得我可以吃多深？别搞不要，别搞不要。嗯，很好吃，难怪阿胜的会那么爱。哇，吃起来嘴巴有满满的热狗味，好舒服啊！刚好你又爱吃热狗，爱吃热狗，好久没吃热狗了，好吃。啊，各位现在很猛啊，碰到台风了，这个叫做苏拉台风，本来都无风无雨，现在开始起风了。我们的饭店直接来一根木棍挡住这个风，哇，直接挡住。因为我们的房间呢，是两面环海，所以明天说不定可以拍到非常厉害台风的海面，好吧？我们乖乖在房间拍拍看，拍给大家看。现在开始下雨了，早上本来有点风平浪静，而现在我也是打电话去看一下我们的机位，因为被取消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打了大概20分钟，好难打进去，想说在这边等一下，因为难得在靠近维多利亚港口这边，然后起了一个风球台风这样，刚才拍个缩时好了，记录一下。还是你们要看这边的那个现实动态啊？打通了吗？哎 ，Hello！ 啊，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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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我们瞧一下哈。啊，终于打到电话，打了快一个小时，因为今天9月1号，9月2号的早上9点多有一班飞机，可是也是先看看有没有位置。老婆不用怕，在这种国外忽然留宿的这种意外，我有经验，我算是你学长。你就在床上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有需要我的话，小弟也义不容辞。我需要你。不要乱开车嘛。啊，我们过了一天一夜，昨天晚上风雨变得非常的强，那今天早上起来像外面是这样雾茫茫的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去机场，快点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是不是很想盛平？我跟婷婷昨天其实好挫，好怕又被困在这里回不去，好险好险，那个台风有转弱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跟这么漂亮的景说再见吧。我没有住过这么开放的海景，对。那个给大家看一下，浴室也是海景，真的。哦，浴室也是海景，好。这就是婷婷说的浴室海景，我们在洗澡的过程，也看得到海景。昨天我跟婷婷在这边。雨水之欢，泡澡的时候在看新闻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在看新闻紧张。那各位，台风天吃饭，台风天还是出来吃个饭。小姐，来，请，慢慢来，小姐，来，小姐慢慢走。
这里就是茶餐厅。这里是茶餐厅吗？这是茶楼。茶楼也是进化了，所以已经不会有推车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香港有很吃的，台湾没有，你可以试一下什么？我们香港叫濑粉，濑粉，试试看。哎呀，有啊，三斤米粉，它不是米粉，它比米粉 Q 一点点，也比较脆。这个是什么？香港叫咸水饺，咸水饺，咸，哇，好脆哦，咸水烫。哎，不，我讲的都不是正统的，不要照我念，我只是乱念而已。对，清水塔。哦，它有点像炸那个芋头球，可是里面又不太是，感觉有点像甜糯米，然后里面包咸咸的那个猪肉，好好吃。修麦，师傅里面捏的吧？好吃。啊，他们点好吃。好妖哎！突然。大军压榨，完了，去机场就不用吃了。对，去机场不用吃了。这粉果，潮州，潮州的食物啊，一讲到潮州就想到那四个字，叉烧包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酒楼的叉烧包。因为这也不是一般观光客会来的地方，阿森都带我们吃一些香港比较道地的食物。我知道你是你奶黄包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试一下。哦哦哦！讲真的，为什么我以前吃的都这么甜？这边的味道都刚刚好，吃得到它的那个像蛋黄的那种咸味跟甜味，它都不会那么甜哎。给我看一下，喝一下它的味道，它有点像那种有中药味的土瓶蒸，很清。哦 ，QQ， 它的那个咸味棒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它感觉中间没有一节一节那种一丝一丝的可以撕开，它是一整条。这个大蛋，算蛋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只是它黄色而已。啊，它里面是这样哦，猪肉冻，它比较油一点。有点像猪肉跟那个鱼浆混在一起，好特别哦，好软。灌汤饺，灌汤饺，我觉得女生应该会爱，我觉得女生来这边一整颗吃一餐。大概就可以让你撑四五个小时，蛮好吃的。阿森，谢谢。不会了，真的好好吃。这趟香港行真的好精彩，很丰富啊，非常丰富。第二个台风也让婷婷好紧张，好险两个台风都减弱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安心了，安心了。台风天吃那么多也很辛苦。对啊，好。哎，各位，这一次的香港行就彻彻底底的结束了。然后谢谢阿森，美好的香港体验，我们也顺利到机场，可以回去了，拿到机票。谢谢大家，因为来的路上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拍到，道路有很多树木，很多往旁边移开的障碍物。非常谢谢那个香港的消防员跟道路清洁员，然后好厉害，他们是台风天当天马上一直清，一直清，紧急处理。对，就是要把这个东西，就把大家交通马上恢复顺畅，所以很多乘客好像也大概都顺利登机，陆续。所以这次最主要也谢谢阿生了啊，下次还有很多比较道地的东西我们没有碰到，没关系啊，我会再回来的，阿生，我会回来，对吧？奶黄包啊，萝卜糕啊，很多啊，那牛河有吃到，还有炒饭啊，我可以啊，我没有哎，出钱一丁，料理好吃的炒泡面、泡面，我可以啊，通心粉啊，我 OK， 奶茶，行啊。等我啊！